小青蛙，在这青青的草地上，在这池塘里，住着一只小青蛙和它的妈妈。小佩你好。小青蛙，咱们好久不见了，不如到森林里去玩好吗？妈妈，我可以去吗？可以呀，不过树林里的环境你不熟悉，你千万不可以调皮自己一个人跑开了，要跟着佩佩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知道了。哎，这个孩子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青蛙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哦，去玩喽，去玩喽。小青蛙离开了妈妈，跟小佩到树林里玩去了。小青蛙，你看这真漂亮呀。好吗？是呀，小蝴蝶，跟我们一起玩吧。好吧。你们大家赶快藏起来。哦，藏起来了，藏起来了。二、三、四、
五、六、七。小青蛙，八，你别跑得太远，小心迷路了。还有，森林里有很多蛇，十二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十三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。我一定要找个好地方，让蝴蝶姐姐找不到我。哈哈哈！是什么声音？好可怕！竟然有一只不知死活的东西自动送上门来，让我一口把你吞到肚子里吧！到底是什么？是蛇！是蛇！啊、小青蛙，快回来！小动物们不见小青蛙，大家都急坏了。可怎么办呀？不要着急，我们慢慢找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小青蛙，你在哪里呀？小青蛙，小青蛙，你快出来！小青蛙忘了妈妈的话，结果在树林里迷了路。它找不到小蜻蜓、蝴蝶，还有其他小朋友。它急坏了，它到处的找，可是还是看不见他们。怎么办呢？他只好坐在树下哭了起来。为什么我不听妈妈和佩佩的话，在树林里乱跑，差点被蛇吞吃了，还要迷了路，肚子饿，身子冷，我好怕啊。好了，走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妈妈，妈妈，小青蛙，小青蛙，你可让妈妈担心死了。你是不是又没听妈妈的话？以后记住，一定要听妈妈的话。走，咱们回家吧。小青蛙，你觉得迷路的滋味怎么样？我觉得太可怕了。如果我听话，在陌生的地方不到处乱跑，危险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。这次我还差点见不到妈妈了呢。小朋友们，去到陌生的地方，不管怎样，都要紧紧地跟在大人的身旁，不要自己乱跑，要不然像小青蛙一样差点出事，到时候再来后悔也就太迟了。